大家好呀，我是小乔欢欢，现在是半夜的11点多钟了，我现在准备把明天早上要吃的早饭准备一下。看，这是我准备的绿豆、百合，还有一点大米，明天早上打米糊用的。现在给它洗一下。我今天晚上提前给它预约好，明天早上起来就可以直接喝了。这个给它加600毫升的水就行了，你们喜欢喝稀一点的。盖上盖子，开机，点预约，7个小时。然后我们打那个五谷浆，好了，因为我明天早上要做炒饭，所以拿了3个香菇，然后提前给它泡一下。这个是小油菜，然后还有胡萝卜，7点水。泡一下。我刚刚本来准备把它洗了的，然后想一想，这个蔬菜还是明天早上起来再洗吧，先给它放到冰箱。现在我就可以去洗澡睡觉了，灯关了，明天早上见。早上好呀，要开始做饭了。我刚刚把那个香菇已经洗了，现在来切香菇。现在已经6:55了，刚刚6:50起来的。好了，再洗那个菜，这胡萝卜要削一下皮。胡萝卜也是要给它切丁儿。好，放到一旁。现在来洗青菜，我用了热水洗的，这几天还是有点冷的。青菜也切碎。2个鸭蛋，这鸭蛋要赶快吃，不然的话到时候放坏了。这是昨天的剩米饭，我特意蒸的多的，把鸭蛋打到里面，把这个也收一下。把它捣碎。今天想做那个黄金蛋炒饭。好了，可以炒饭啦。刚刚我又切了一点葱，炒饭呢。一般这个多的这一点都是我的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早饭了。好，快去洗脸吧。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那个腊八蒜，是不是开始变绿了？看，这个有一点绿，再放几天吧。这个是我做的臭豆腐，这个闻的有一点点臭了。我们早上不能吃大蒜嘛，就来一块臭豆腐，来一块这个。刚刚已经洗脸刷牙了，衣服也换了，吃饭。早上那个头发翘的。臭豆腐还差一点点时间，这啥？这个是绿豆百合米糊，你炒饭香不香？嗯。这种菜多的蛋炒饭，挺好吃的。这
怎么感觉这个喝的里面加了洗发水？你看它上面泡沫是吗？我说闻的味道，怎么可能？这是绿豆跟百合味道，还有一点我自己的倒了喝。因为最近那个牛奶喝完了，没有给他们买，所以每天打点米糊喝，不然吃这个米饭太干了。看向镜头自己。满脸疑惑，我笑了。我吃饱了。7:37。妈，你看见我红领巾了吗？在书包里。我们上学了。终于天晴了呀，今天是个好晴天，早上还有太阳呢。你今天可能会热，要热的话就记得把马甲脱了放书包里啊。你跟他们一起过马路啊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看着路啊。